做三区，做 A、B、C 区。咱即摆吼，其实较早的港澳区吼，是伊是为遮老啊，因为这个海潮的关系吼，甲大自然环境的即摆刮拢会刮一方的这边过来。那这个所在吼，A 区的部分是哪滴刮啊吼？这个天空庙头前，哇哦，这个青天空头前也是 A 区，那个地方啊，是一个冲浪区。那即摆吼，这所在位置是 B 区的，是伊港澳区吼的这个北岸这边，一直到包呀，一直到白宫呀，对，叫做 B 区吼 ，B 区叫做戏水区，但是叫就是讲你若要来耍水，啊，也是要做游泳的部分，哦，啊，伫这边才算尔，袂使过到戏区，戏区那边叫做冲浪区，冲浪区那边吼，你要有炸板子，不管是花板还是这个浪板，伊都袂使落。但是伫必须的部分哦，伊就无做这个限制哦。咱即摆看这个港澳桥对无？港澳桥围界哦，左右各150公尺，就是咱的这个千古作业保留区。哦，现在还为这个千古作业保留区，就是讲，咱较早在看古的时哦，咱其实拢是古早哦，还未有冲浪的时哦，咱才落去看古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到这看古是咱一个真传统的一个，这个算戏剧活动哦。伊差不多108年的时啊，有一届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因为伫看古的时啊，啊，海边的那冲浪客，就去甲这管政府甲东北甲投诉啊。投诉讲遮有人非法的捕鱼，哦，讲哦影响到这个冲浪的这个行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非常的不满。所以伊就去甲咱检举啊，检举好了后，阮伫108年的时候，就利用咱拄啊看咧，咱咧堤上遐个冲浪街吼，伊拄有一个工程哦，啊拄伫108年到会时遐完工，啊阮村头就利用即届的机会哦，来用这个林芝庙县长做陈请哦，啊听证了后哦，咱这个馆长哦是对咱社区非常的疼惜，伊嘛感觉讲这是一个算。非常值得保存的一个文化，所以伊把咱这个港澳戏哦，为港澳桥为中心哦，伊港澳戏也走来走去，摆了，以港澳桥为中心，左右各150公尺的是咱的千古作业保留区，哦，所以啊，盖咱啊，伫看古的时就是拢超这个国家，那海巡的部分哦，伊嘛是会派人来，哦，来甲咱做。现场这个安全的这个介护了吼，啊，咱非常感谢这个海巡的弟兄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市区哦，市区的部分即马拢是伫冲浪哦，那即马拢一个冲浪自治会哦，伊伫管理哦，冲浪自治会拢总有十一间的店家哦，啊，因伫这个海上哦，划分位置以后啊，啊，就拢有救生员，以后哦，啊，做介护哦，啊。确保这个冲浪客的这个一生最安全哦。但是咱啊，伫戏水区这边要耍的时啊，就较无这个救生员通啊，所以咱家己爱真注意吼、哦。那咱伫看的时啊，海边啊，咱都看咧白吼、哦。伊拢有一款叫做，阮叫做老洪水啊，较早做烈流，即嘛做离岸流吼、哦。就像你伫耍水的时啊，看到有离岸流的时吼、哦。啊，利用较尽量离较开一个，唔通伤我。哦，你若伤我的时，离岸流一个发生的时，你会收袂转来。啊，万一咱若正我对离岸流的时，要怎办？你知无？伊就是两边的剪影锁住起来了后，伊会流落，搁流落啊，海底着。啊，这个是来流洪水啊。万一咱若无注意收来流洪水的时，要怎办？会使收倒入来，啊，收去两侧去，收去边去。因为边啊，其他较无流遐，才阁慢慢啊收倒入来。你千万唔得，你流洪水遐要改收袂入来。哦，这是咱你耍的时爱注意吼、哦。那若通常，即摆咧看小花是看天影啊，热天影的时吼，当时啊来正算上好佚佗，恁知无？每一个月吼，农历的这个初七、初八、初九，甲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。一个月内底即六天来海尾仔嘛啦，尾仔嘛来遮耍上水，
嘛上白，是安怎哟？咱遮这个所在哦，会漏水是安尼。咱的农历甲十七甲十五，七十五做中昼大，就是你中昼的时候，伊会搁较上苦，还用个上白。好，但是你退潮的时候，因为多迄个中昼哦，多一道长尾，所以迄样阵来算真热。那七七甲二二中昼低，就是讲农历的七七甲二二哦，中昼迄个低。所以考核的时间就会变这东西啊，我嘛只要四五点来啊，哦啊七八二三早搭暗搭的，七八到二三，拄好这六点左右哦，这個、海水会退到上边，迄当阵来看的时候，咱若好天来看，迄个石灰哦，海天一线真水的，所以你若这要来阮遮海景耍哦，就是咱这个农业的。车六、车七、车八，哦，啊，甲等一撮车九也会使，哦，啊啦，这个，二三二四，哦，这几啊天尾啊嘛来算，就真好。啊，到今年哦，这个夏季到这边过啊，寒天哦就变东北季风哦，东北季风来去的时候变寒天的，伊的海象哦，就咱的样看起来是无啥同款的，哦，所以咱若要来。要来遮佚佗的时候，就是嘛爱跟着时阵吼。好啊，即个即海边的部分，甲你介绍好了，咱看遐即个山吼，哎。